这几年来非常在我们慈善界非常有名的林世福先生林阿伯，还有他的妈咪，大家好。他这个现在呢很忙很忙哦。对对对，因为他都是去做每个礼拜对都去乐林中心唱两场，唱两场差不多有300间，希望用2-3年唱给他玩。退休了4年就从事慈善事业，很好，尽量的为这个社会付出。真的，谢谢大家的掌声要给他一下。谢谢。他年轻的时候是为事业打拼，他现在退休呢，他就是年轻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现在退休了，为这个社会而活。真的，谢谢。而且响应政府的活跃乐林，他常常去乐林，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活跃乐林委员会给我们主办这个机会，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就像你像现在哇。他现在唱，以前是拿那个，现在是整天拿麦克风讲话。对对对，讲话也非常非常的流利了，很厉害。谢谢。然后你要唱，带妈妈上来要唱这一首。今天唱的是小唱老师帮我写的《安心阿布》，难得了，这把年纪每天都会带着母亲全新加坡逛逛。牙套。谢谢。也很难得哈，很孝顺。大哥大姐都会喜欢的这首歌，谢谢。因为很感人，听得都很感动。因为有母亲，才有今天的我们。真的，所以一定要有机会，一定要唱给母亲听。是，也献给大家，谢谢。拿大家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妈妈也很安，很开心哈、哦。你今天跟阿妹友好哈、哦，对不？1、2、3、4、5，来，大家可以把手递给我。无论什么苦，不管是大痛，怕苦纯粹予人知影。你的情是袂管爱袂煞，你的心是阮永远予我看，请你着。
起来了，阿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自己的母亲，谢谢。你是社会的榜样，真的，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那个了，所以我们要孝顺，要及时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林顺福先生也是中华医院的名誉院长，也是第一位的慈善大使。